来，首先话说起来，里面不要用手机，你可以轮，哎，你可以轮，哎。君君的早餐。我们今天在游轮上吃早餐。吃炒面，然后还有吐司蛋、火腿，都是群群自己挑的。然后吃完早餐，我们要出去玩玩喽。好，那你吃不完就放着，嗯，你可以吃面面。那叉子，给你。有壳啊，怎么会有壳？没发现的。你发现的。给妈咪看一下。哦，你来日本吃午餐呢？我们来石原屋。这间店叫石原屋啊，然后很多很多的和牛，和牛，然后群群有一个儿童餐，苹果汁，哦，是苹果汁啊，哇，而且还有个日本布丁，那个是青蛙蛙，让小朋友组装哎，是啊，这么好，这嘴巴还可以打开来哦，哇哦，手动的，嗯，哇，我们来享受一下，吃吃日本的和牛。你瞧，今天天气很好。日本的青菜比较好吃。好吃。君君的晚餐，要把牛肉汤倒到面里面去。那你把面装一点在你碗里，我们吃一个鸡肉意大利面，然后一个海鲜，你可以用手抓那个肉肉，面帮你拌一拌好不好？管你好不好？有啊，我的也会帮你啊。你爸爸你的这个变色喽。然后接过你的头。君君在哪里？妈咪，你只拍到鬼哦。对呀，我怎么只拍到鬼？好可怕哦，是一团白色的鬼。小勇群在哪里啊？我们今天第二个晚上睡游轮呢，睡在船上第二个晚上。然后我们睡一个晚上，明天又回到台湾喽。嗯。哎呀，不可以打我，不可以用我，你不可以用我啦。你不要我用你啊？不要，我不喜欢。
好。你就把我一上去。君娜，你今天去石原岛好玩吗？不好玩。哪里不好玩？坐船。坐船？你觉得坐船不好玩？是吗？对。那你觉得，坐巴士好玩吗？还好哎。那你觉得坐那个透明水晶玻璃船好玩吗？我已经讲过了啊。哦，你有讲吗？有。你到底在干嘛呢？然后船上的餐点好吃吗？什么？船上的餐点好不好吃？好吃的。哪一个最好吃？蓝色比最好吃。蓝色比？蓝色的饼吗？对。什么是蓝色的饼？好了，睡觉了。妈咪关灯喽。我可以把我的棉被翻掉哦，好吧。好，那你会自己翻掉吗？好了，睡觉，小熊群晚安。你才翻它，翻到一段而已哦。等一下，哎，有人在那边吗？来，尽力就好。如果真的挤不出来，尽力就好。来，好来，走到你。来，要记得站在垫子上拍哦，哈。来，小心点，小心点，哈。你不要手机不要，因为你要戴眼镜，哦，一定要注意，随时注意。聪明可以吗？加油啊！刚刚老妖教你。来，白色的右手边，来，走进来就好，直接走进来。来，阿东，来，加油，来拍照，记得在这里。哎，我们拍照，不敢别勉强，闷到看也可以哈。来，来，黑白色的右手边，小林加油。来，手给我，来手，来，来黄色的左手边，来可以进来了。来，首先帮我收起来，里面不要用手机。你可以轮，嘿，你可以轮，嘿。